威浩、赞成金色令、袁威浩、吴浩康同埋卢厚鑫等等，寻日就出席明星慈善篮球赛嘅活动，讲到无线嘅金色令咯。袁威浩就话已经收到公司嘅通知，佢就认为系一件好事，日后无论剧集或者综艺节目都好啦，都唔使太过卖弄身材啊嘛。问到佢介唔介意女友张宝儿性感咧，佢就话。我其实我好欣赏一啲性感嘅嘢，即系好坦白讲，我觉得就但系性感得嚟要啱嗰件事，我都觉得，因为其实性感其实系我觉得系一种美态嚟嘅，咁其实选港者都好，选港男都好，其实佢哋都会着泳装，其实都性感，只不过你用一个咩嘅眼光、咩嘅角度去睇嗰件事，所以咁你即系你。即假設你是真的游水的，咁你著泳衣的，或者可能其實嗰一 part 節目未必係真的要刻意去用一啲鏡頭去交代得咁，即係唔使咁太特寫嚇，唔好咁 emphasize 咯。即係你話如果嗰係一個性感成人節目嘅，咁啊多多都唔拘啊，即係我覺得。但係如果譬如講即係一個純粹旅遊節目，你都要，所以我覺得導演手法都要好識處理啦，即係揀一個點到即止啊，或者是所謂叫留翻多少。少少幻想空間俾觀眾去幻想一下，咁其實係好過咁直接去將一件事就咁單方面去表達出嚟咯，我覺得。